divorce parking nice，选择了一个平跟。这是个多人的平跟底池，但是没有任何人集中 ace。可是我们庄庄达这边集中一个 pocket six，他很希望人家有 ace 可以做一个支付。那这边唯一能够继续的，我猜只有 love 这边有一个买花的一个机会，开出这张 ace，让我们的庄庄达又不希望对手有任何的 ace。那这边。我们庄庄达陷入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因为他的牌就只那个六已经完全被淹掉了。只要对手任何对子的话，他现在这个六是没有用。那如果打的话，六六在他手上，那对手就是没什么牌可以跟，除非对手有一个七七八八九九十十甚至 QQ 的牌才有办法选择，KK 的牌才有办法跟。那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说，他这边价值下注的一些范围，他这边。价值下注的一个范围，OK，这边有意思，这边被我们 Lofty 在河牌主动下注，我猜 Joshua 他不会盖掉这个四条，如果有盖掉这四条，应该也是他人生第一次盖四条，那这边四条势必还是要做抵抗，可是他对手的范围的确真的很像是有一个 Ace 在手上。哇、wow，this is such a sick hand 哈哈哈，这把真的太有意思。那这个六六其实真的很尴尬，遇到对手两次过牌跟注之后，被河牌反主动下注。这一边 Lofty 打的有点小啊，打20万。如果这边真的打大一点，搞不好 Joshua 的四条是会被打盖的。这一，when I fall a monster。哦，他把个六六盖掉了。这一把他如果看回放，一定气死了。好，我们的 Peter Jordan 选择平跟，我们的80同花。庄庄大直接选择了一个弃牌，Viking 这边也选择要盖牌。Divorce 这个牌是蛮没有很好，就蛮不好的，可是他现在是全场 Chip Leader。我觉得他甚至这边可以做了一个25万的投机啊，就是比较靠后嘛。那他一个筹码优势，他可能可以做一个投机啊。这边还好啊，没有做。我们这边我们的 Jungle Man 拿到了 Aces，那这边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 All In，总共只有60万左右的筹码。那这边其实大家应该都是会选择盖牌，我们 Lofty 这边很有可能是。选择 Cove，Leftif 这边是一个最后的位置，那只有 All In 64万五，底池有84万五，所以他只要再跟60万，可以去赢一个140万的底池。所以大概有42% 左右可以扣。那勾圈其实大部分还是有40趴了，其实这个勾圈是可以选择跟注的。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选择跟注人，好，几率很好，还是选择了盖牌。庄庄的 JQ 同花，
还有我们的 Viking 一样90 off 都是一个不错的起始手牌。Peter Jordan 也选择了一个过分。好，我们这边我们 Jungle Man 虽然是短码，可是他一直中了蛮多可以继续游戏的牌。那我们的 Jungle Man 这边应该可以下一个蛮大的注，可以下个20万左右的一个 size。Jungle, your turn. Oh, it is on me. A check. Jungle 是忘记自己是什么牌啊，直接喊了一个 check， 被我们的 Peter Jordan 击中一个三条，在 turn， 只有一张出牌的机会。Jungle Man 这个 Cutoff 刚刚没有打一个 A6， 可能是因为刚刚没有专心。所以你看，有时候在牌桌上一个不专心，很有可能会造成你的一个，你的一个 miss。就像这个 A6， 他在这边 Cutoff 是照理说是不可能不打的，就现在反而就因为他的一个不打，忘了打，或是刚刚不专心，然后就忘记要自己要打。其实你看，一个不专心就是不小心会损失这个底池，这个一来一往差很大，因为他这边如果很有可能他这边一打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收下这个底池了，就后来现在因为这张石跑出来，现在牌基本上快没救了。那以 Peter Jordan 的一个打牌的风格，他可能只会选择跟注。好，底池来到82万。River， 这张牌真是害死 Jungle Man 了。Jungle Man 的一个转牌没有打，导致对手先中了一个三条，然后他自己再中了一个葫芦，可这个葫芦比对手的葫芦还小。但现在唯一一个比较好的一点是上面是有三张红心，那Jungle Man这边也是会比较小心，就是如果被打被 all in， 他可能还是有可能盖牌。可是现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应该选择打。那 Peter Jordan 依他的风格，他可能还是就扣了，他不会选择一个太激进的加注，因为上面还有同花的组合。因为在短牌里面，同花是比葫芦大的。那 Peter Jordan 应该就只是选择一个跟注。那这一把会让 Jungle Man 他可能会打个45万左右的一个 size， 甚至到50万，然后被我们的 Peter Jordan 扣，这把他就会变成短码。你看，就是因为一个玩手机不专心，就是一个这个大失误啊。所以你看我说我的偶像像那个 Stephen Chuwick， 他从来不会在桌上玩手机，然后从来不会玩手机，他就非常的专心在牌桌上。实际上真的要做到这点，真的是就是你要让你的锦标赛曾经进步，这一做到这一点，把手机拿开，不用手机在桌上，你就可以进步很多。我觉得这个我敢保证，非常简单，这个秘诀告诉大家，你不要玩手机，你的比赛成绩就会进步。问题是这件事情就跟减肥一样，叫你什么东西不要吃，你就会变瘦。问题是做不到啊，就大家的对于手机的依赖性太高了，然后对于想要吃好吃的东西的依赖性太高了，就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啊，小哥们看到这牌应该会气死。No good. Of course not. 他真的是，这真的会 untail，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应该存在的错误而出现的这个错误。Really? Yeah, I've been reading, you know, trying to read all the signs.
good. You looked up at the stars last night. Did? Yeah. Oh, 我们 Jungle Man. 老天留他一条命。Aces 还是直接 all in 好了，因为筹码并不是太多。选择一个直接 all in。如果 Jungle Man 这边 shove all in 被对手跟，然后死掉，他一定会气死，就是因为筹码不够。好 ，Viking 一样选择跟住。那因为从 all in 的并不是太多，57万。I wasn't lying. 我觉得这一把按照一个戏剧效果跟戏剧性，我觉得 Jungle Man 可能会输掉，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犯错啊，就是不应该输掉，不应该输掉的地方，然后输掉。不应该输掉的地方，然后输掉，这边真的是太可惜了。我觉得这边可能老天爷就让他挂在这边，虽然他是 aces。哦，击中了一个三条，可是我们的 Viking 还有四张 Q 的机会。会来一张梅花，他的牌力会做一个增强。转牌没有任何的影响，只剩下四张 Q。我看 River， 哇，果然被我猜到了吧？他这边 AA 还没有打完，我就说这边就是一个宿命的一个安排，会让他输掉。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这种不知道说迷信还怎么样，就是个连锁效应。一把他不该输的牌，然后输掉，照理说他筹码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健康，然后就因为他一个失误，然后输掉。真的是太难打了。这手牌啊，做了又一次，哎，又一次这样子。他上次就是淘汰我们的爆发的时候，就是圈圈，哇，一模一样的剧情，一模一样的剧情。他就圈圈做一个 open， 然后被圈圈做了一个 open， 然后被我后面还有一个实时勾勾给，不过这实时跟不了，这实时是没有办法了。就盖牌了，那圈圈是秒跟了。点完队友筹码之后，应该会很轻松的做一个跟注，100多万，就十分之一的筹码。那这里是一个很轻松的跟注，真的是一模一样的剧情啊，真是一模一样。后话也是这样子被淘汰的，而且也是一模一样的手牌。圈圈做了一个 open， 然后因为他的高频率啊，而且刚刚秀过他用88再做了一个面对加注的一个跟注，对，居然获胜。所以说他这里对手的手牌质量是不太好的，目前没有太多的帮助。又是一手番茄的 Cooler 啊！我们的 Dios 今天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哇哦，合牌是一张 Jack。哇，合牌的一张河沙，非常非常的，哇哦，戏剧性啊，非常非常的戏剧性。啊 ，Viking 样这边平跟了一个99。
好，我们的 Liberty 这边拿到了 Aces， 这边应该可以加注。哦，选择加注到37万5。哦，我们的 John John 打这边有一个 AQ 啊，其实有点尴尬，他很担心对手是不是有牌。我、哦、还是选择了一个 all in， 面对37万，其实对手没有什么弃牌率的。我们的主王大 all in 撞到了 A， 他现在的胜率是只有14%啊，非常低。左牌蛮难受的。我们 Lip Dip 在刚刚一手勾勾把 Chip Lead 咬掉一口之后，牌路是真的一下子变好了，转机开始了，甚至这把牌有很大的概率要淘汰掉我们的 John Juwanda。 啊，我喜欢的 John Juwanda 目前哇哦哇哦哇哦 crazy， 直接击中了一个，只有三张出牌啊，只有三张出牌，剩四张没花了，剩四张没花了。对，我说刚刚只有三张，原本只有三张，看一下合牌啊，哇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Juwanda 是重新又活下来了，哇，真的是惊险啊，真的惊险啊 ！A 圈对 AA 只有三张 Jack 的出牌，真的是惊险啊！还好啊，河牌还有一张，就这张发不出来，河牌还有一张。好，我们的 Peter Jaitana Ace King 又一手 Top Range 的底牌。Peter Jaitana 系统 All In 没有吗？要选择加注吗？这应该会做一个加注，然后选择啊，选择平跟，哦，跟住，然后那就埋伏了，因为他埋伏对，的确他是因为 UTG 嘛。选择个 all in， A 圈啊，那我们的 Peter Jaitan 又真的是羊毛也打不过，真的，这真的是打不过他的羊毛啊！哎，被先推了，那他又要盖掉，他刚刚已经盖过是 S King 啊，不会盖，不会盖了，应该这里就跟住、我觉得因为他现在他是200多万庄，所以他会跟住。那刚刚他盖是因为他有300多万，其他还有很多端嘛。他这边要上了，因为这边他筹码已经没有那个优势了，因为刚刚很多团码他必须要盖掉，这边他不盖了。德罗斯其实，哎，看他那个眼神就知道，他看到Peter Jaitan 放底球，刚刚 Peter 在想着，哇，球了球了球了，他在想，完了完了。Peter Jaitan 一筹码一放起来，他知道 A 圈一定小了。对对对。因为其实如果 Peter Jaitan 他会想，你就要觉得害怕，就是他败有时候很大，因为他打得很直接，没牌就直接盖了嘛。场上玩家好像也在说啊，Peter Jaitan进来，他知道一定小了，果然是这种牌。好，我们看一下翻牌。哦，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啊，有一个平分的机会啊，互相骄傲子。那么 A 圈现在是有三张 K 的卡的一个卡顺的一个机会。看一下出圈有没有用啦。还是只有三张 K， 还多了7K 评分了，三张7K 评分。想要赢下底池的话，看看有没有一张人头牌。我们的国王啊，梅花八。那我们的 Peter Jaitan 又一次翻倍，他这个打法真的好难，好难处理，真的。他不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因为一定会有对手被他抓到。哎，真的。
他因为在短牌里面，他不也不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因为对手他就照他的策略走啊啊，等到猎物上门就吼起来，就把他吃起来。Ten of spades. We're flipping. That's unbelievable.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 means. 好，这 divorce 终于拿到一手 KK 啊。那 KK 那应该会选择。这边要他选择加注或选择一个平跟都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好，选择加注325000。那我们 Peter Jetten 有个 case 同花，那这边应该是选择盖牌，以他的这个打法，应该是比较倾向于盖牌。那我们的 K10进入到一个翻牌后，面对的是 KK， 哦，这手牌 KK 和 K 十、哦、算是有点意思，不过估计也不会打很大，因为 KK 也会担心对手有圈，如果打太大的话。这边 K 十同花应该在这边至少会是一个跟注啊。好，并没有任何的击中，那 Divorce 也会担心对手没有圈，可他这边应该还是可以选择一个持续的下注，因为上面有蛮多顺子的组合，而且面对 Jetten 他是。缺点算是会打得很诚实的玩家，这边一打就会知道对手没有牌。好，选择持续的下注475000。面对这样子一个下注啊 ，K 十在攻对面。直接再度收下了底池 ，Divorce 的筹码慢慢的从900万掉下来，又是打回到了600多万。好 ，Divorce 要持续进攻了，应该是个30万。好，平跟呢？这次 Divorce 没有选择攻击，选择一个平跟。目前大家，哦，这边我们有庄庄的，哦，那这边会是个 chop 的一个牌啊。但是 Divos 这里不知道，哦，应该200多万的话，如果他没有选择加注，200多万应该是会上。对，200多万要上啊，应该是会上。看一下他怎么选是吧？他这里也蛮难的。
2,350,000. All in. 啊，直接选择 all in 啊。直接选择 all in。那 Peter Jeter 面对两家，他被 cover 还没办法跟呢。啊。Yeah.Jackson. Jackson's crossing. Just chop it then. Before. 那这里就是一个 chop pot. Jackson of hearts or clubs. 好，现在应该是一个啊 AQ， 大家都集中 Q， 那这边就是一个分池了。Ten. Jack. No. Oh.One other. 那我们的圈圈，那 A 圈是击中了葫芦，进行一个分池，两家 A 圈，还发了两个圈。对，场上依然是五位玩家，枪口位勾八同色，直接选择盖牌。啊 ，Liptip 这边应该是可以选择平跟入池的。他还有40个前注。现在为大家带来转播的这场是我们25万港币短牌的 Final Table， 剩下最后五个人。可以看到隔壁桌我们也开始在打了。那隔壁桌今天要进行的比赛是75万港币的，一样是两天的短牌赛事。那我们在这场 Final Table 结束后，我们会接着继续帮大家转播那75万的第一天的所有的赛事，我们会转播到他们结束为止。就让他选择跟住我们的 Y King 样 K 十杂色，选择过牌。翻牌来到 A99， 我们 Joanna 是拿到了一个顶对，转牌的圈并没有实质上的带来改变。我们的指望打在这里选择做一个小的下注，40万的底池里面下注15万。我们 Live Dave 这里是有一个圈的击中，他在考虑是不是需要在这里做一定的抵抗。他的圈这里还是选择做了一个跟注，对手这里还是有一些可能是踢脚比他小的圈。我准备了一张 Ace， 和白的一张 A 呢，让徐旺达是非常的定心啊，知道对手不可能是比自己大了。稳了稳了，很难被反超，在这个面上应该很难是有一个比自己大的牌型，所以说他在这里可能还是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才能多拿到对手的一些价值。哦，这里是对手直接做了一个架住，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跟注了。所以他现在看到队友这个牌，就突然觉得那刚刚的六六铁四条盖错了，一样的剧情。我好像 KK 和圈圈组合相对于 HR 组合来说还是 A 差的多了。嗯，对。我们 Tibo 在庄位圈七杂色，两张梅花。我们的 Joanna 又有一个
坚果抽花的听牌。但是我们的 Viking Young 这里是非常欣喜啊，他的八圈进去就看到了九十勾，一个内嵌的顺子，内嵌听顺，内嵌的沉顺。这个内嵌的天顺还是非常的不错的，在这个牌面上，因为没有阻挡对手任何的击中，可以在这里直接做一个 value bet， 去索取一些价值。那我们 Devos 有一个两头听，一个两头听顺，再加后门圈花的出牌，也是会选择跟注。那么 Joanna 在这里是不可能盖牌了，痛快的下注25万，期待在转牌看到一张梅花。那我们的 Viking Young 这个顺，哦，梅花到了，直接到了，而且但同时也出了公对，但庄庄的还是非常的开心啊。同时也出现了公对，我们可以在场上看到啊，没有其他玩家有击中，啊，主要还是选择过牌。Viking Young 依然是有一个顺子，看一下他这里会不会选择用顺子在这里做一个价值下注。115万的底池，他依然选择做一个45万的下注，还蛮重的。因为目前是一个三家底池，底池是比较的庞大。那这边我们的庄庄大又会不会选择直接一个过牌跟注呢？那底 boss 是一个买一个跟买双头同花顺的一个机会。那在这边可是面对一个三人底池，他是有个最好位置呢？他还选择跟注，哇！这是我们庄庄的开心啊。庄庄在想，你们这个这牌有货啊？哎，这牌该不会真的有同花顺吧？只剩一张 K， 因为草花八被拿走啊。同花顺是不会去再考虑了，就是如果是对手同花顺的，给你了，只能给你了。因为牌面上只有三张同花，如果对手要同花顺的话，就必须得是同花的梅花的圈 K 或者梅花的圈八。对。那刚好被他们两个各拿一张，文庄的感觉是要他要加注了，应该有可能要直接加注 Olin， 因为毕竟他位置是最不好的。啊，应该是直接下注一个 all in， 那他很难受了。后面两位玩家都超难受，哎呀，白下了。顺子是盖牌了，在公对面啊，又有花面。啊，我们 Devos 这里，这个听牌能力太强了，他的圈花啊，听牌，他可以知道这里哪怕对上对手的一个葫芦，他是有都有一定的赢率的。但他也要考虑啊，我们 Viking Young 在这里盖掉的牌里面有些什么东西阻挡了他的买牌。他的最关键一张买牌梅花八已经是被盖掉了，也就是说他出牌其实只有一张，就是梅花 K， 真的只有一张，甚至他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如果他知道他只有一张出牌的话，他秒盖了。他现在在思考，就是因为他觉得对手可能是葫芦啊。对啊，他还选择盖掉了。他指望他发现，哎呀，没有抓到葫芦啊！这葫芦也是很烦的、啊，太多，就这里有很多葫芦。可是就葫芦也是觉得很麻烦的，就在这种状况下被 all in。顺花宫对面非常湿润。对啊。好，庄庄的，应该是弃牌。好 ，Viking Young 的 AK 来了，那还有总共有62个前注，那选择一个平跟埋伏，
would have been bigger if somebody had called. You gotta slow play again. Yeah, but which way would it have gone? You gotta slow play. Slow play again. 好，这边目前没有人可以做一些动作。Yeah, right. 他是一个会冒险的玩家，他有可能会不会直接来哦？没有，他选择平跟。两位跟住之后 ，Peter Jaden 这里是不能动弹了，还装尾 ，K 七杂色，选择过牌，真的稳啊。反正就等吧。King 要用顶对下注了一个30万，那我们看一下我们 Peter Jaden 会不会选择抵抗他的 K 七呢？那这个平跟的底池，他很有可能会跟一发试试看，还是在觉得哦，这个30万很像有牌，直接顶对不跟了，反正后续没有成长空间，他有可能会直接开牌。我在40万的底池中下注30万，非常大。应该是盖掉了。哦，稳，这就是稳健，有没有？就是真的不去抵抗自己的一些合理范围，就是我判断你大，我就盖掉了。他打法就很不 GTO， 他就很针对，而且是很对，很基于自己的系统的一个针对。好，回到这个牌，我们的 Liptive 目前还剩160万的后手。他有可能会在 all in， 会在找这个机会 all in 哦，因为他这边是在比较后面只面对两个人，那后面又有一个比较紧的 Peter Jaden， 他盖很多牌，所以这边 all in， 哎呀，撞到了，这边 Peter Jaden 不会盖。他看到 Peter Jaden 在问你有多少筹码，完了，就知道走远了。这时候他就可以先站起来了。他怎么这么倒霉，又撞到你？164万5千，谁问都不要紧啊 ，Peter Jaden 一问啊，就厉害了。我们 Jaden 一问，基本上就是大牌啊 ，Jaden 应该会 all in。这 AQ 同花面对这个 all in， 这是领先太多了。Not after that. 被压脚了。我们这一把很有可能会送走我们的 Liptive. You call his dip. Well, you're at the right table if you want to jack. No, I'm not gonna be there. 好，那这个时候就是他这个打法就是这样子，就让对手虽然会做一些正 EV 的一些去剥削，但是你剥削中。过程中就会撞到我的一些 top range 啊，撞一次就死一次，真的撞是死一次。Not a good flop。哎呀，这个翻牌是更惨了，连一张勾都少了。这基本上快没救，可是一个后门顺的机会，可能发十或发 K 有一个机会。太夸张了，这个牌应该很难了。转牌，看一下，哦，还有一个十的出牌，对。他一个十可以做一个平局啊，但是他要想要赢得底池啊，想 double 就只能出勾，不容易啊。往下发的话就要被淘汰了啊，往下发了。这边应该是，一样是四边的，可是少了一点点。那我们的 Liptive 就一个翻前的剥削又被蹲到，被蹲到，又被盾给防守了。啊，我们的 Peter Jaden 势不可挡啊。一面盾牌一样，抓到一次就致命，真的抓到一次就致命。
他这个位置选择跟住十二万，我 K 十杂色。迪欧斯在关上位的 K 八同色也是可以游戏的一张底牌。啊，他选择跟住他的 A， 他的 K 八同色。啊 ，Peter Jeter 应该会这里选择过牌。那皮特觉得现在筹码很稳的，稳稳的涨到520万。再翻牌，出现圈圈十。哦，我们的 Peter Jeter 在好的位置就击中一个三条，那很有可能会做一个半池的下注。这边毕竟，这个 Q， 但上面还要买顺的组合，还是选择下注啊，位置又好。哦，他选择埋伏的 check 啊，他想要对手多击中一点。这个时候他就可以打了，因为张九带来了一些同花的听牌，以及一些顺子听牌，但凡有一位玩家手上有一张勾啊，他都会至少跟住一条街的下注。哦，那 Y King 一样是直接跳出来零打，他觉得三家过牌的情况下，他应该领先。对，他的十可能是领先了。看一下 Jeter 怎么处理这手牌。啊，杰森在翻牌也知道，如果他在翻牌就打的话，其实有点暴露牌力。大家也知道他是一个轻易不出手的玩家，那么他也是针对自己这个形象做了一些埋伏。他做一个跟注，有位置的情况下，哦，开出一张成顺啊，我们 Y King 样中了一个顺子。那 Peter Jeter 这边应该有点凉了。啊，我一样中了一个顺子，收顺利的收下底池。啊，这里的顺子啊，是真的。我们的 YK 样这里在枪口位拿到一手 A 勾杂色，那 Divorce 这个99应该也是可以混进去，看一下翻牌。选择一个跟注，我们的张哲旺大过牌之后来到一个三家底池，至于是哪三家，就除了 Peter Jeter 之外的三家。哦，我们的 Viking Young 有一个双头卡中洞顺，那我们的 Divorce 则是有一个卡勾的顺子，互相在买，互相有点制衡。哦，我们的 Divorce 率先要进攻咯，他拿两个顺子的 Broker 就阻挡牌，选择一个主动下注。那 Viking Young 这边如果激进一点，玩家会在这边选择过牌加注啦，那我觉得 Viking Young 这边选择过牌跟注也 OK， 因为毕竟面对 Chip Leader 他也是会打得比较小心一点。哦，底池来到了70万。哦，转牌是一张十。
这边我觉得 Y King Young 这边他并没有集中任何的对子，他也没有摊牌的价值，他可以试着这边做投机啊。因为他现在开不了牌嘛，这个 A High， 那我觉得这边可以下个，比如说35万到40万，我觉得打50万也可以，因为的确因为他过牌跟注会有一些死的范围啊。那我觉得可以打一个50万左右的一个 size， 可以试着把这底子投下来。其实这里如果打得重一点啊，都打55万也蛮重的，打重一点都超难跟的。对，因为这个面太过湿软，有太多东西。对手这里除了葫芦之外，其他都要想的，真的都是要想的。有一定的概率，连顺子都会被打掉。那现在 DeVos 唯一能赢的牌可能就是像这种 A 勾啊或者 K 勾的牌，他没有赢牌不会，他这里是真的是基本上不会 call 的概率几乎为零啊，很难跟的、啊、跟住范围就是面对对手的范围，哪怕是投机的组合都很难找到，几乎找不到对手的投机组合。对，只有一些极少的，只有 A 勾了，好像 A 勾跟 K 勾的这种牌。我们的 Peter Jaden 在枪口位置选择埋伏了 S King， 后面应该是不会太冲动。哦，我们这边 Y King 集中了一个三条，而我们 Divorce 是有一个买花再买顺的机会，而我们 Peter Jaden 集中了顶对顶 Kicker， 这一把血腥应该会蛮血腥的。三家都中了，三家都有不错的牌，那 Divorce 是一定会选择跟注的。那我们 Peter Jaden 会不会选择激进的过牌加注 All In 呢？这里应该是不至于，他的 Ace King 在这里打不光吧，应该打不光360万，他按照他的个性一定是打不光的，毕竟还有一个天生顺的一个可能性，对手还有一些 set、啊、果然还是选择做了一个跟注啊，真的稳啊，保守起见，他 Ace King 啊真的是还是做了一个跟注，没有位置啊，牌面来到一张黑桃圈，继续选，留给对手后卫打。我们七七这里还是很大，这手牌三家都很大 ，Divorce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顺花双抽带队啊，带队的顺花双抽，105万的底池，应该下一个75万，70多万吧，应该正好70万。那 Divorce 这边势必会再跟一张的。Divorce 这个时候想啊，就跟到了就赚大了，这跟到了可能就有机会把他们一家清掉。对啊，因为他有最好的位置，甚至他觉得发圈他可能都会赢啊。两家跟住了之后，我们的 Jaden 就会，他心里势必会就警惕起来了。对 ，Jaden 就说，因为这他是不干我的事，你们去打吧。他 S King 这里就只是一个顶对了。哇，直接 all in。哦。AK 秒盖。哇，那这七七是要。七七是应该要。只输一个八九了。七七这里真的是没什么输牌啊，输的好少，而且是一个 cooler。对啊，可是对方的确是有可能有一个八九的一个范围啊。也要去博攻队了，对手这个时候他。如果这里被打盖了的话，这应该盖不掉的吧？我觉得这盖不掉，应该盖不掉的，这肯定要走了。应该他先点一下自己筹码，还有360万的后手。哇，这手牌输赢了就，这手牌
call 上去就输赢了，真的是输赢。那 set 太大了，这真的是如果有两队可能会被打盖啊，什么六七啊 ，A 六 A 七啊，可能有可能会被打盖。可是这个三条是一个抵抗范围，就像我们之前跟观众聊的，你要偷，你要搞，你要操作，我随便你，可是我不会盖掉我的顶范围给你。啊，这边顶范围就是三条，顺子三条，这边应该是闪不掉了。但其实我们的 YK 也要有一个频率上的认知，他也会觉得说，他这里真的有可能有概率盖了，因为对手在这里这个频率特别特别小，我们打了这好几个小时啊，这唯一一次。打了一个这么大的底池啊，我还是跟着果然是 call 了。他也想是他的，毕竟他的买牌盈率不足，他想要去打对手一些弃牌率，对，干脆就打足。哇，这手牌啊，一旦赢下来、啊，30%的一个胜率，一旦赢下来啊，哇，这个不得了啊，970万的底池。哦，没有发出来，这把 哇翻盘了，这把变我们 Chip Leader 变成我们 YK Young 将近有1000万的筹码，970万，哇，这里我们的 Devos 一手直切 Alling 打得非常霸气啊，真的是，可以看到，那合盘还是有30%的盈率。